我有个秘密告诉你。什么秘密啊？我以前喜欢过一个学长。你不是说我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吗？感谢公公婆婆赠我万贯家财。都是你的。万一哪天我不想要你了，让你扫地出门，你怎么办？我只能去研究所的宿舍了。那你可要好好听我的话哦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，一生一世。